少林内功，原为强身的基本功法之一，经历代辗转相传，现已成为推拿学习者的主要练功方法之一。少林内功的锻炼，它不强调吐纳一手，而是讲求以力贯气，所谓练气不见气，以力带气，气贯四肢。在锻炼中要求两下肢用罢力，就是用足力气，以五指抓地，脚跟踏实，下肢挺直，脚尖内收，两股用力内夹，躯干要挺拔，做到挺胸收腹含髁。上肢在进行各种锻炼时，要求凝近于肩、臂、肘、腕、指，呼吸自然，与动作相协调。练习时力达于四肢腰背，气随力行注于经脉，使气血循行畅通，融贯四肢九窍、五脏六腑，使阴阳平复，气血充盈，因而能扶正健体，去除病邪。基本当式：一、站当式，两脚并齐立正，左足向左平跨一步，距离略宽于肩部，足尖略成内八字，五指八地，运用罢力，进由上贯下驻足，前胸微挺，两手后伸，平肘伸腕，四肢并拢，五指外分，两目平视，头物左右盼顾，精神贯注，呼吸随意。本式以大腿内侧肌群，如尺骨肌、骨薄肌、长收肌、大收肌等为主收缩夹紧，运用罢力，进由上贯下驻足。上肢以背阔肌、大圆肌、三角肌后束为主，使两臂后伸，以斜方肌使两肩胛靠拢，并通过前臂后肌群，如桡侧腕长伸肌等，使手腕背伸，拇长伸肌和总伸肌等，使手指伸直，气贯四肢，凝近于四肢末端。式，两脚并齐立正，左足向左平开一步，两足根部距离略宽于肩部，屈膝下蹲，两膝和脚尖微向内抠，两脚跟微向外蹬，两手后伸，肘直腕伸，拇指分开，四肢并拢，上身挺胸，收腹微微前倾，重心放在两腿之间，头如顶物，目须平视，呼吸随意。本式是锻炼下部的基本功，以半腱肌、半膜肌、股二头肌、股薄肌以及腓肠肌为主，使两膝屈曲下蹲，并使膝部和脚尖微向内抠，以其拮抗肌及股四头肌收缩，保持马步姿势。通过腹直肌、腹外斜肌、腹内斜肌和腹横肌等的作用，挺胸收腹，
三，弓箭当势，两脚并齐立正，身向右旋，右足向右前方跨出一大步，右腿屈膝半蹲，约为90度，足尖微向内扣，左腿膝部挺直，足略向外撤，脚跟必须着地，呈前弓后箭之势。动作要求：前弓后箭，重心下沉，挺胸收腹，呼吸随意。本式以骨直击，阔筋膜张击，逢降击，以及半箭击、半膜击、股二头击和肥肠击为主，使前腿屈髋屈膝，以股中间击、股直击、股内侧击、股外侧击为主，使后腿挺直。锻炼时要有蓄势待发之态。四，并当势，两脚并齐立正，两足跟外蹬，足尖靠拢，五指着地，用力一匀，两手平肘伸腕，微向后伸，掌心朝下，四指并拢，拇指外分，目须平视。五，大当势，两脚并齐立正，左足向左分开一大步，足尖内扣，膝直足实，两手后伸，肘直腕伸。动作要求三直四平，臀腰腿要直，头肩掌脚要平。请看基本动作。第一式，前推八匹马，站好站当式或其他当式。本式前推时要求蓄力于肩臂指端，两臂运力，其中有以弓三头肌为主，徐徐向前推动。两掌心相对，拇指伸直，四指并拢，蓄劲于肩臂指端，使两臂徐徐运力前推，以肩肘腕呈直线为度，胸须微挺，臂略收，头勿盼顾，两目平视，呼吸随意。慢慢屈肘，收于两胁，由指掌画拂掌下按，两臂后伸回原当势。动作要领：指臂蓄力，立指运气慢推，两目平视，呼吸自然。第二式，倒拉九头牛，站好站当式或其他当式。本式前推时要以肩胛下肌、胸大肌、背阔肌及大圆肌为主，边推边将前臂内旋，当手臂伸直时，虎口正好朝下，再画掌握拳，拳眼朝上，以肱二头肌、肱桡肌以及旋前圆肌收缩，进驻拳眼，紧紧内收，犹如倒拉九头牛之势。两手屈肘，仰掌于两胁，两掌前推，
边推边将前臂渐渐内旋，至手臂完全伸直时，虎口正好朝下，由掌画拳，进驻拳心，拳腕拳眼朝上，紧紧内收，画阳掌与两胁，手臂后伸，恢复原当势。动作要领：指掌旋推，进驻拳心，肘腕伸直，力求肩平，紧紧后拉。凰展翅，站好站当式或其他当式。本式上臂外展时，以桡侧腕屈肌、尺侧腕屈肌、掌长肌、指浅屈肌、指深屈肌为主，通过三角肌、冈上肌等上臂肌群的收缩，使两臂用力缓缓向左右外分，其形如凤凰展翅。两手屈肘上行，徐徐至上胸，呈立掌交叉，两掌缓缓用力向左右外分，形如展翅，头如顶物，两目平视，掌侧蓄劲着力，屈肘徐徐回收，在胸前交叉立掌，由立掌化扶掌下按，两臂后伸，恢复原当势。动作要领：立掌交叉，用力外展，内收时上肢蓄劲。举鼎，站好站当式或其他当式。本式上举时，要求过肩、旋腕、翻掌，以桡侧腕长伸肌、桡侧腕短伸肌、尺侧腕伸肌及所有指伸肌收缩，使腕关节背伸，平肘缓缓上举。手屈肘仰掌于腰部，两掌于小腹前缓缓上行，掌心朝天，至胸部时逐渐翻掌，由托重物，徐徐上举，肘部要挺，指端相对，四指并拢，拇指外分，两目平视，呼吸自然。旋腕，指端朝上，掌侧相对，拇指外分，蓄力而下，渐渐收回腰部，画扶掌下按，两臂后伸，回原当势。动作要领：仰掌上托，过胸时旋腕翻掌，指端相对，平肘上举，回收旋腕翻掌，指端朝下，掌侧相对。站好站当式或其他当式。本式指掌前推时，要求肩胛下肌、胸大肌、背阔肌、大圆肌及上臂肌群蓄力，
边推边内旋前臂，同时通过桡侧腕长伸肌、桡侧腕短伸肌、尺侧腕伸肌等的收缩，使腕关节背伸，推足后骑行四环。两手曲肘，两掌于两胁，画直掌徐徐向前推出，边推边掌根外展，虎口朝下，拇指外分，指尖相对，四环之形，头勿低，身勿轻，力求肩肘掌平。拇指慢慢向左右外旋，恢复指掌，拇指运劲后翘，指端着力，曲肘蓄力而收，置于两胁，由指掌画扶掌下按，两臂后伸回原当式。动作要领：指掌运劲慢推时，拳腕指尖相对，平肘形似推舟。六式单掌拉筋环，站好站当式或其他当式，本式前推时要以肩胛下肌、胸大肌、背阔肌及大圆肌为主，边推边将前臂内旋，将手臂伸直时虎口正好朝下，再画掌握拳，拳眼朝上，以肱二头肌、肱桡肌以及旋前圆肌收缩，进驻拳眼，紧紧内收。两手曲肘，两掌于两胁，右手前推，边推边将前臂内旋，虎口朝下，掌心朝外，四指并拢，拇指外分，臂欲蓄力，掌侧着力，肘腕伸直，松肩，身体正直，两目平视，呼吸随意。五指内收握拳，使劲住拳心、拳腕，拳眼朝上，紧紧内收，护胁。由阳掌画扶掌下按，两臂后伸，恢复原当式。动作要领：指掌旋推，进驻拳心，肘腕伸直，力求肩平，紧紧后拉。七式怀中抱月，站好站当式或其他当式，本式以胸大肌、背阔肌、大圆肌以及二头肌为主，将两臂徐徐抱拢，势如抱月。两手曲肘，仰掌于腰部，两仰掌由腰部上提，画立掌在上胸交叉，缓缓向左右外分，掌心朝前，慢慢蓄劲，上身略前倾，两手势如抱物，徐徐抱拢，两掌在胸前交叉，画扶掌下按，两臂后伸回原当式。动作要领：仰掌上提，立掌交叉，左右外分，掌心朝前，腕肘肩平。
八式千人指路，站好站当式或其他当式。本式前推时要求立掌，并通过骨间肌、拇长伸肌以及隐状肌等，使四指并拢，拇指伸直，手心内凹成瓦楞掌，肘臂运力向前推出。两手曲肘，仰掌于腰部，右仰掌上提至胸前，立掌而出，四指并拢，拇指伸直，手心内凹成瓦楞掌，肘臂运劲，立掌向前推出，力要均匀。推直后，屈腕握拳，蓄力内收，边收边外旋前臂，仰掌于腰部，左掌运动与右掌相同。由仰掌化俯掌下按，两臂后伸回原当式。动作要领：仰掌上提，立掌胸前，手心内凹，如同瓦楞，臂指运劲，用力前推，旋腕握拳后拉。第九式平手托塔，站好站当式或其他当式。本式前推时要求以冈下肌、小圆肌为主，使前臂外旋，保持手掌平行，慢慢向前推出。两手曲肘，仰掌于胁部，仰掌慢慢向前运劲推出，边推拇指边向左右外侧倾斜，犹如托物在手，推足后手与肩平，拇指运劲向左右外侧倾斜，四指齐着力，曲肘缓缓蓄劲回收，呈仰掌护于两胁，化俯掌下按，两臂后伸回原当式。动作要领：仰掌运劲前推，蓄劲回收，肘直掌平。十式海底捞月，站好大当式或其他当式。本式仰掌以三角肌、前锯肌、斜方肌为主，将两臂上提，并通过三角肌和冈上肌等，使两臂向左右推分，以腹肌的收缩使身体微向前俯，以胸大肌、背阔肌等蓄力，将两掌慢慢抄起，形似海底捞月。
两手曲肘，仰掌于腰部，仰掌上提，经胸徐徐高举，并向左右推分，旋腕翻掌，掌心朝下，同时腰向前俯，腿不可屈，脚用霸力，两掌由上而下逐渐相拢，掌心向上似抱物，蓄劲待发，两臂运劲，掌心指端着力，慢慢抄起，用抱力缓缓提到胸部，呈仰掌护腰，上身随势而直，目须平视，由仰掌化俯掌下按，两臂后伸回原当势。动作要领：仰掌上提，胸上高举，左右分推，旋腕翻掌，腰腹腿直，掌心向上，似如捞月，两臂运劲，指端着力，慢慢抄起。第十一式，运掌合瓦。站好站当式或其他当式。本式前推时，通过旋前圆肌、旋前方肌和肱桡肌的收缩，使仰掌化俯掌，而后再运力向前推出。两手曲肘，仰掌于腰部，右手旋腕，运劲于臂，向前推出，指端朝前，蓄力待发，右手徐徐收回，左手旋腕前推，两手掌心相对磨气，右仰掌收回腰部，左手徐徐收回腰部，两手画俯掌下按，两臂后伸回原当势。动作要领：运劲前推，肩松肘直，指尖朝前。十二式，风摆荷叶。站好站当式或其他当式。本式仰掌于腰部，通过肱三头肌等的收缩，运劲向前推足，然后以三角肌、冈上肌等上臂肌群为主，缓缓向左右外分，使两手平托。两手曲肘，仰掌于腰部，掌心向上，向前上方推出至胸前，左掌在右掌上相叠，运劲向前推足，然后缓缓向左右外分，头如顶物，目欲平视，呼吸随意。两仰掌慢慢合拢，交叉相叠，再收于腰部。画俯掌下按，两臂后伸，回原当势。动作要领：仰掌交叉前推，外旋停肘拉开，肩肘腕掌平齐。
十三式，两手托天。站好马当式或其他当式。本式仰掌上托时，以三角肌、冈上肌、斜方肌、前锯肌等为主，蓄力上举，犹如托天。两手曲肘，仰掌于腰部，掌心朝天，缓缓上托，指端相对。蓄力徐徐而下，收回护腰。画扶掌下按，两臂后伸，回原当式。动作要领：仰掌上托，掌心朝天，指端运劲，松肩停肘，两目平视。第十四式，丹凤朝阳。站好站当式或其他当式。本式由仰掌画扶掌，以三角肌、冈上肌及手臂肌群运力向上外展，推足后再以胸大肌、背阔肌、三角肌、肱二头肌、长头等为主，缓缓运向下方，曲肘上抄。两手曲肘，仰掌于腰部，右掌曲肘向胸之左上方运力外展，再缓缓经右上方运向右下方，收回护腰。左手动作与右手相同，为方向相反。画扶掌下按，两臂后伸，回原当式。动作要领：旋腕画掌，蓄力外展，缓缓下运，形似半圆。十五式，顶天抱地。站好大当式或其他当式。本式上托时，以桡侧腕长伸肌、桡侧腕短伸肌等收缩，使腕关节尽量背伸，推足后以桡侧腕屈肌、尺侧腕屈肌等为主，旋腕翻掌，左右外抄向下，同时身体前俯，两掌合拢相叠，缓缓提起。双手曲肘，仰掌于腰部，仰掌上托，过于肩部，旋腕翻掌，徐徐上举，指端相对，慢慢向左右外分下抄，
两掌合拢相叠，两掌如抬重物，缓缓提到胸部，呈仰掌护腰，上身随势而直，目须平视。画俯掌下按，两臂后伸，回原当势。动作要领：仰掌上托，过肩旋腕翻掌，掌心朝上，指尖相对，翻掌外分下抄，伸向前倾，两掌合拢相叠。第十六式，立劈华山。站好大当式或其他当式，本式立掌交叉，向左右分推，向下劈时要求以斜方肌、背阔肌、胸大肌、大圆肌、肩胛下肌以及上臂肌群等蓄力，连续用力劈三次。手屈肘，在上胸部呈立掌交叉，两立掌缓缓向左右分推，两肩松开，肘部微屈，掌心向前。两臂同时用力下劈，连续三次，下劈时头部转侧摇动，两掌收至胸前交叉，画仰掌护腰，仰掌画俯掌下按，两臂后伸，回原当式。动作要领：立掌交叉，左右分推，用力下劈，两目平视。三落，站好站当式或其他当式。本式在前推与回收的同时，配合身体的下蹲与站立，连续三次，以骨直肌、阔筋膜张肌、缝匠肌为主，使身体下沉，同时肩臂运力徐徐前推。当站立时，则以臀大肌、股二头肌、半腱肌、半膜肌以及股四头肌为主，使身体站直，上身蓄力而收。两手屈肘，指掌于两胁，两膝屈屈下蹲，同时两手前推，掌心相对，拇指运劲后伸。头部随势俯仰摇动，两目平视。两掌用力后收，同时缓缓起立，待立直时，两掌正好收至两胁，往返三次，需用力均匀。画俯掌下按，两臂后伸，回原当式。动作要领：指臂蓄力，前推下蹲，用劲后收，随之而起。
十八式乌龙钻洞。站好弓箭当势，本式在徐徐前推时，要求以大圆肌、旋前圆肌和旋前方肌收缩，边推边掌心向下，上身随势前俯，推足后以刚下肌、小圆肌和旋后肌为主，蓄力而收。两指掌并行，掌心相对，徐徐前推，边推边掌心向下，逐渐化为俯掌。指端向前，上身随势前俯，下部两足内扣。推足后，旋腕蓄力而收，俯掌化阳掌护腰。化俯掌下按，两臂后伸，回原当势。动作要领：指掌渐化俯掌前推，上身随势前俯，推足后蓄力而收。第十九式恶虎扑食。站好弓箭当势，本式前推时以旋前圆肌和旋前方肌为主，同时以肩胛下肌、胸大肌、背阔肌和大圆肌收缩，使前臂内旋。推足后握拳旋腕，曲肘紧收。前推，同时两臂内旋至虎口朝下，五指内收，握拳旋腕，曲肘紧收，阳掌护腰。动作要领：指掌旋推，腰向前俯，静住拳心，曲肘紧收。请看一套完整动作。
少林内功的练习可以促进新陈代谢，增强消化功能，并使神经系统的功能得到调节，从而达到强身健体、延年益寿的目的。推拿学习者通过本功法的练习，可以提高临床推拿手法的力量和技巧，增强临床疗效。